远处电视台的人在采访，咱们看一下电视台的人是怎么采访的。今天是3月22号，前面那儿一群志愿者是因为今天是世界水日，在那儿发宣传单，爱护水资源。刚才电视台的在那儿给他们在进行拍摄宣传，就拍了一会儿，也就这样吧。估计再发一会儿宣传单，等发完了人也都撤了。明天军校广场有车展吧，这是未来中继，开启未来长城卫，明天有车展，应该是军校广场，明天过来再转转看看车展。